Hello， 观众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要呢重温就是三年前的一部影片，就是呢，如果想看的话，链接在这边。就是我快速教大家如何快速喝水。那因为受到回响也蛮多的，所以我今天呢就来一次万全的准备，拿了更多的水量，大概有这个到这边是500毫升，所以可能有六七百毫升全满的水，还有。我顺便教大家如何吞药丸，这边有很多不同的维他命，有 B 群，有那个维他命不知道什么鬼，还有就是固肠子的，还有姜黄很多颗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今天呢就是要一次教大家如何吞药丸的同时，然后瞬间把水就慢慢水灌完。那为了确保公平性，就是我就不剪了，然后直接吃给大家看，先把我的姜黄这个小粒的，有总共十粒姜黄。姜黄，我这不念着，我这什么事？好，很多料好吗？很会吞，好，来哦，五、四、三。OK。好吃。那我接下来会拍一部影片，如何快速吃饭的影片。那如果想看如何快速吃饭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看到最新的影片。拜拜。